新北市立联合病院二月九号伫个急重症大楼十楼个国际会议厅，举办新任院长宣誓就职个典礼。副院长向正川伫个卫生局长林奇宏监视下，新任院长。市长朱立伦嘛到场，内面个同仁爱继续拍拼。伫个新北市卫生局长林奇宏个监视下，新北市立联合病院副院长向正川正式新任院长。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来到现场，勉励病院的同仁。啊，过去在历任院长的努力之下，包括我们大家共同支持，我们的三重院区、板桥院区都有非常多的成果跟进步。包括我们新的急重症大楼，在议会的支持之下，我们不但完工，一步一步的开床，让提供在地非常好的服务。将来我们板桥院区也会继续的来延伸扩展。新任院长向正川是过来肾脏内科专业人士，过去做过国军高雄中医肾脏科主任、内科部主任、甲医疗部主任。为1904年七月来到新北医院做行政副院长，甲即马资历完整丰富。未来新任院长了后，伊嘛继续努力提升病院的水准。按照这个医社会的标准，我们希望病人安全跟医疗品质，可是光是有安全跟品质，它是冷冰冰的工作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还必须加入视病由亲的爱心。我们希望加入这样的爱心以后，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进到我们的机构接受这样的服务以后，会有温度的感受，这是我们对未来工作的期许。新北联医所带来积极规划旧大楼的更新，参像是扩大复健治疗中心、加血液透析中心，同时伫个旧大楼增加护理之家，配合老龄化社会需要。记者彭建凯、李炳辉，三重采访报道。